呢个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国家首富，若市民有边一个唔想坐？本官系皇上嘅老师，就系呢种身份，就等于权力之上嘅权力，特权之中嘅特权。要做事就必须要有权，要做大事就必须要有更大嘅权。至于君子和小人的分别，就是君子利用权力来做好事，而小人就利用权力来做坏事。本官一生为国家做的事，可以用四个字来，就是富国强兵。不过你要改革，你就要得罪，你要做更多改革的事，你就要得罪更多人。你要改革天下，你就要得罪天下。